后门多有趣，今日几靓又开心，你唔想学佢一样咁？你得假日先靓，我日日都咁靓啊，点同？情人节讲明系情人节，梗系一对情人嘅节日啦。咁亦都系好多少女失身之日，因为嗰日咧啲男仔咧就会飞鸿大咬啲。小心啲啊，少女们！小心啲啊，少女们！关注我们，很念朋友，照顾朋友，而且常常会记得朋友，所以他把他家里面两个小狗，一只叫阿伦，一只叫阿亮，就是陈百祥的乳名。所以从这个方向看出来，他是非常的照顾朋友，而且也希望每一天都会照顾他们的起居。为什么那小狗叫阿伦呢？对啊，来报仇了。你讲对，其实是我们香港嘉伦的有一个名字、叫伦爸。伦爸什么意思？伦伯伯、哦、伦伯伯、长辈，长好好那个样子的肉都，所以我那小狗呢就是毛很长的、这边也是这样的，然后就是嘴巴有很多胡子的，看起来好像是个伯伯，看起来很多嘴耶，跟轮一样，啪啪啪啪啪，他的轮把，轮把，然后，